好，现在电视机前面的你或许也跟我一样大喊说好想去东京巨蛋的现场来亲身帮中华队来加油啊，想去吗？中天新闻在这边教电视机前的你哦，怎么订票哦，赶快拿笔抄下。跨海去看经典赛的球迷看这里哦，其实要订这 WBC 的票呢是非常的简单，只要来到 WBC 的官网上看这个 schedule and ticket 的按键点下去。记得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轮的赛事，所以要找 second round。 那在 second round 的时候呢，只要看到 Chinese Taipei 就可以点进去按下购买的按键，你就可以开始购票了。进入购票系统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六场比赛都看，或者是你只看单一一场比赛，而票价的部分也写得非常的清楚， 大约是从台币5700元到1500元不等。点进去选择想要看的比赛以及时间，还有座位，以及还有你想要几张票，再按下购买就完成了。但是要注意哦，这边得用信用卡付款。